早安，大家！我们今天要去过节，外带了星巴克的早餐。这个是氮气咖啡可颂，这个是新的口味。我的早餐是这个松露菇菇烘蛋堡，芝麻松露芝麻。芝麻菇菇、芝麻菇菇烘蛋堡很香耶，而且看起来很好吃，都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来吃一口。好吃，蛮清淡的，健康的味道。看起来很美。今天的房间，简单的 room tour 一下， room tour 一下，超级可爱。这就是床，废话。然后我们外面呢，还有一个超级美的阳台，这里超级可爱的。再来是，这是厕所。哦，厕所好，厕所就厕所也很漂亮哎。然后它的厕所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阳台哎。哦，可爱可爱，浪漫的浴缸，浴缸本人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胶囊咖啡机，我们的。门口的天井也超级美的，出来他们的阳台，超级美的，好舒服哦！我的天哪，可以坐在这里，不知道干嘛，晒太阳，很美耶！天哪，好舒服哦！我们的外面都这样。那我们来喂鱼，太可爱了吧！来，我要买鱼饲料，请买给我。转，是特别的鱼饲料吗？特别可爱。为什么是洗衣精？什么情况？哦，他们自己手工的啊，手工。好，我们去喂鱼吧。鱼已经发现我们了，请喂。超多！现在是5点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吃饭。吃什么？还不知道。我要去吃我的情人节大餐，不知道会不会吃到哎？说不定我最后只去吃了夜市，也有可能。拜拜，等等见。向左转。晚餐来吃这个初物怀石料理，吃了我们的第一道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好吃，超好吃。1、2、3，跟他一起吃哦。松露炊饭吗？还有，我也有一个饭，寿司烧。这个是气泡水，然后这个是冰水。很酷哎！不知道。
酷哎，我看。要不再装一个？酷，你再装一个好了，因为我们超喜欢喝气泡水，很方便呢，有点想要买这一台回家。好了，现在洗完澡，敷个脸，准备来好好的追剧。等一下睡前呢，再来泡个澡。我们要退房了，我们要去斑比山丘。你会保护我吗？不会，走掉了。退房前再喝一杯咖啡，赞哦，很舒服哎。我们来到一间超级可爱的选物店，好可爱哦！天哪，你看，超级萌，超可爱的，等下再来这里拍照，好萌哦！还是台湾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什么？我看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很萌耶，是用吹气的方式，然后我们吹起来的感觉会像这样。其实它可以再更大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手没关系，它可以再更蓬啊。这个很锵耶，这个可以干嘛？它可以当溜溜球，溜溜球，抓着它的那个啊，这样玩，然后就是一颗球，很可爱耶，很好笑，很锵，哈哈哈哈，因为它的表情都。定来吃冰，这冰店长得太可爱了吧 ！Hello， 哎，先点，先点。超可爱的。到了斑比山丘，好像蛮多人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斑比山丘，好热啊！好，因为我们没有登记预约，所以我们现场要等一下。我看到我的汗吗？超热的啊！但我已经想来很久了，所以我一定会等到我进去为止。期待！终于拿到了票。来撞我，撞你！这个要求很可以耶。嗯，你摸摸看，很舒服。好舒服啊，可爱哦！阿姨去冰哪里？我们换到了红萝卜，走吧，我们去喂鹿。好可爱哟、哦，摸摸。哦，两只好像也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不要抢走了啦！太多草。哇，你这个真的。脖子好细哟、哦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们已经跟鹿玩完了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环境整理的不错，对，而且也不会臭。然后因为现在疫情期间，没有，我想不会臭，是因为我们戴口罩。哦，对对对，有可能。然后疫情期间有人流控制，所以其实逛起来蛮舒服的。对，好，赞赞。哦，看起来好吃哦，这个是干面。排骨汤，冬瓜排骨汤，萝卜，哦，萝卜排骨汤，跟我的麻酱面。
嗯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也觉得。我吃一口干面。好。怎么感觉好像看起来跟我的差不多啊？你的跟我什么分别吗？我不知道。嗯。嗯，我觉得你的比较好吃。嗯。干面，味道比较浓，就是我比较喜欢。但马酱面也不错啊。你有搅搅匀吗？有啊。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。谢谢你帮我买葱油饼。我客气了。因为我说，如果有人买给我，我会很开心，对吗？对，小心哦。耶，我的葱油饼，这些每次都超多人的，我决定来吃吃看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？好的，让我来为大家试吃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就是葱油饼啊。怎么办？你要不要吃一口？我等一下。不难吃，蛮脆的，也不会很油，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啊。是不是黄车不耐久？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葱油饼就是花莲的黄车炸弹葱油饼，那个超好吃。可是黄车还是黄车？我好吃。这个真的就是非常一般的葱油饼，有啦，因为它是用宜兰三星葱，所以很香很甜，就这样。这个为什么要排成这样子？我不懂，有人懂吗？大家，你没有吃过吗？还是我们刚好买到两份很普通的？有可能，不知道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会把它吃完的。现在是5:17，我们准备要回桃园啦，但目前蛮塞的，就来看看我们几点会到家吧。7:23，终于到家了。